Today, we are blessed to present one of these insightful lectures entitled Spiritual Experiences Strengthen Our Faith, Part 2 of 5,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given in English on December 29, 2019, in Newland Ashram,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There's one more question from China. I have a friend who worked in a Korean barbecue shop for 15 years. Not vegan, right? No, not vegan. Uh-huh. After the owner passed away because of cancer, my friend took over the business. Later, my friend also passed away because of sickness. Yes. One day, her brother dreamed that the friend's face became a dog's face. Dog? Dog's face. Okay. She really reincarnated as a black dog. Uh-huh. She didn't want to be a dog, so she starved herself to death. After her death, she fell into hell, enduring strict punishments every day. The inner master asked me to save her from hell, so I went to hell. After I recited the 5 holy names and the gift, the hell was all emptied. Mm.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还要讲什么吗? 是这样, huh? 师父,我只讲那个地狱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问, 地狱真的出现吗? 真的存在吗? 既然是同学不相信地狱的存在, 当然存在啊, 很多人去地狱回来写很多书啊, 所以他们说, 地狱到底是怎么状况? 然后我就, 你要描述给他们听啊? 对,可以吗? 说了。 我那天是师父从法国刚回到西湖那天我就去看师父，然后就晚上化身师父说你的朋友掉地狱了，你赶紧去。然后我就去了，有地藏王菩萨接引我，然后我就看那个地藏王菩萨有四五位的众生在听经，听地藏王菩萨的讲经。四五位而已哦，对，很少的。 那么大的殿就那么很少的众生在听经，那边他们听不进去。对，然后地藏王菩萨说我引导你，然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吃肉的众生掉的一个地方，它一个很大的广场，边上排了很多很多的众生，然后呢中间呢像我的感觉比那个踢足球场的那个场比那个还大的，然后呢那边是有 五大洲的众生都在那边，白皮肤、黑皮肤，还有黄皮肤等等。然后等一下就这个空中掉了下来一个，就是绞肉机一样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突然出现一个绞肉机，然后那个呢就晕下子响，等一下就喊叫声，很恐怖。我知道了。然后呢，就是这些人。 每一个人站的呢，他的圆圈的直径就是1米半，然后就把他们就搅成肉酱，全是血和肉。然后等一下，这些人都，他们结束这个还排队，这样一天3、5次这样被惩罚。然后我就赶紧念五声咒和7戒礼物，然后这些众生全部 空了，就那个地狱就空了，那解脱了。然后我就问那个朋友，你为什么堕到这里来呢？然后他说，之前你告诉我吃素，让你改行，你都不改。然后就突然就得了癌症，就这样死了。死了以后没想到自己变成一个狗。他记得自己的家。然后就他自己拼命的跑到自己家，结果家人都不认识他。 然后他想我这一个人变成狗不想活了，然后他就不吃饭，小狗嘛才几个月大的，然后他就饿死了，他以为自己给弄死会变成人，
又重新人间的业障还没有还呢，对，他不相信狗已经很好了，会让被走漏气，对，早睡的话又更糟。后来他就后悔了，本来当狗就是当狗就好了，在十多年他会可以，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认为是我能帮他就这样，之前他活的时候没听你的，有一点缘嘛，还好，对，后悔。 然后说我一定要相信你，然后相信你的师傅青海师傅，他就这样，然后就整个地狱就全空了。那天就是师傅的恩典，你们就可以投胎了，对，嗯，感谢师傅，比较好一点了啊，回去地狱空了之后，他就马上去到天堂了，啊哈，有师傅的力量。 OK，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哦，谢谢你帮忙，谢谢师父。<笑>因为你跟他有缘嘛，最少以前认识他，劝他，所以你去就好了。OK， 然后他没有谢谢你哈。<笑>他非常感谢，到天堂之后也是经常就跟我说，我一定要学佛的。嗯 他非常感谢，又感谢师父，又感谢我。OK了，好，谢谢。哎，上天堂是好的，不过如果下来以后又怕忘记了，最好在上面有人多教导他，才继续那个善良的路啊。 不然，如果再多下来，要再吃肉了。不过我们世界也许以后不吃肉了，<笑>就好。Yeah, thank you 啦，谢谢你。嗯，麻烦你一趟了啊。<笑>哎，去那边还记得那舞去跟礼物是很了不起了，因为你打坐比较多嘛，不然下去那边有时候忘记了，就被气氛污染了，忘记修行不好就会忘记，然后。 又不能救人，又就被关在那里，很多功德才能够记得，有功德有福报的，有诚心修行，才有那个能力可以记得五趣跟那个礼物。普通的没修行不好，下去的话也会跟他们同一体的，这很困难的。大家要好好修行哦。OK 哈，多念五趣，还有礼物是很重要。我跟你们说过嘛。 这个很重要，很有力量啊！下地狱，地狱就会空的。如果还记得念的话，就怕不记得而已。如果听师父的话，诚信修行的话，会记得。OK， 像那师姐刚才讲，我没有骗你们呢，有吗？嗯，我讲什么都是真话的。我叫他们跟你联络呢，啊，我叫他们送给你身上你借那个钱呢，要捐款，他们有联络了吗？有。哎，你要跟他们说送到哪里钱 ？OK？ 哦，有了，都安排好了。OK。然后都就去买米送过去，又是买小孩的。好的。奶的啊。有了，都安排好了。OK。 好，谢谢师父。客气。呀呀。好。客气。呀呀。好。师父，我讲我的体验。师父，您是。 四生慈父六道众生的大慈父，那因为可能就是我是出家众，所以我的体验都是无形众生。嗯，那就在师父的恩典，今年三月份让我重现出家相，之后我就上了五台山，内在师父跟我讲上五台山，所以我就上了五台山，然后我上五台山之后，我。 内在的一个引领，引领我到一个佛母洞，那边有一只千年的灵蛇，它在修行。然后，那内在的信息是告诉我说，去接引它，然后请它入我的佛珠。那之后我会有一个任务是去日本，就在四月底的时候，我是三月底去五台山的，我一个人去五台山。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要去五台山，至于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嗯，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五台山。那去了五台山，我拿了他们那个理由指引，一个很强烈的直觉，就是要我上那个佛母洞。
然后那边有千年灵蛇。那我去那里以后，我请他录我的佛珠。但是那时候内在师父有跟我讲说，因为他是千年灵蛇，他很寒，我会受不了。所以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他跟我有相应，然后信息是说，请他等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再请他录我的108颗佛珠，请他跟我回来。因为他要来跟师父求法，而且他我去日本他会协助。结果我上了五台山之后，哎，我就感觉到有一条蛇录了我的佛珠，我就以为是了。结果我晚上打坐的时候，不是那一条灵蛇，是一条差不多500年的白蛇。然后我就想，糟糕了，师父交代的事情，内在师父交代的事情做错了。我就请那一条白蛇出来，我就说你不是上帝指定的，请你出来。结果那个白蛇一出来以后，我看到他，我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感觉到他对我非常的友善。那我就问他你是谁，结果他是以前我出家常住的护法。护法，对，就是很蛇，他是护法神嘛。然后那时候很特殊的是，一般出家众只有在寺庙里面龙神护法才会护持，离开寺庙他们是不会护持的。但是那时候有两三位我不认识的佛，所谓的佛道双修的一些居士来告诉我，他说法师你必须要离开寺庙，因为你有其他的因缘，你必须离开你的寺庙。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寺庙的护法神告诉他我去到哪里，他们就会护持我到哪里。那我一直也都没有感觉，一直到这条白蛇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一直护持我。那后面的是让我很感动，就是我要去日本的时候，那我从五台山回来的时候，我就请那一条，我取名，我给他取名叫吉音，好，我称他为吉音，我就请他录我108颗佛珠，他就跟我回来台湾。然后那时候内在师父告诉我说，我来打禅的时候就把佛珠带来，让他跟我一起来。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请他跟我一起回去。所以那个礼拜就我带他来打禅，那个礼拜就有很多同修看到很多蛇。那他们是其他的那些蛇来顶礼这一条蛇王。我内在的感觉是很清楚，可是头脑会怀疑。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同事，因为头脑嘛，头脑总是喜欢怀疑啊。对，但是我是比较习惯跟着内在的感觉去做。然后有一天有一位同修，他坐我的车，他就看着我的佛珠，他说法师好奇怪，你佛珠里面 有东西。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他就说他看到一条深蓝色的一条蛇，那就对了，因为它就是那个颜色。所以这个就是让我更确信我听从里面师父的引领是对的。后来他就跟了我去了日本，然后当那个飞机一离开台湾，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他就潜入深海里面，去帮那一些船难或者是其他因缘而葬身深海的那一些疾苦的众生。他把他们接引，把他们带上那个海面，然后呢大慈悲的师父您就把他们都接引走了。那我所做的就是去那个以前311发生那个大海啸那个地方，我只是我就去那边坐在那边打坐，念五圣号跟礼物，还有放 SNTV。然后这一次我去的时候，内在有告诉我要带着师父设计的天使解脱。所以我跟同修借了两个解脱的手环摆在两边。然后我在打坐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光芒万丈。然后 那一次回来真的好多好多的众生就因为这样，然后师父引领他们解脱了。那吉音也因为这样他的等级有提升。那内在师父有说请他任务完成的时候回佛母洞继续修行。
那我现在有感觉到他有时候会来看我，嗯，我会感恩师父的慈悲，嗯，哈。然后那个白灵啊，因为他那时候内在师父跟我讲，因为他的等级还不够，他还不能待在心地，嗯，所以我就让他先待在别的地方。后来因为他也有，应该是说他也有修行做一些事情，所以他现在也在心底了。嗯，我这是我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他是不是确实有在心底一条白蛇。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来问我啊？在啦，我不是一天到晚去找蛇看看啊。哦，忙死了啊！对，所以这印证了师父您真的是一切众生的大慈悲母，一切众生您都救度。透过你的关系了，才能够帮忙蛇啊啊！他们这身体是蛇，不过灵魂也是门。有修行的 ，OK， 呀、yeah. ，嗯，哎呀，我们人没有活那么久哈，蛇啊、狐狸啊，有时候活好几百年、几千年都有，还有那个乌龟啊哈，他们活比较久，他们懂得修行，嗯，而且很善良 ，OK 啦，你跟他们有缘啊，啊 ，Good。都是师父帮的忙，没有师父徒弟成不了任何事，也是有工具嘛，你是好工具啊，啊 OK， 谢谢师父鼓励，好不客气、啊、还有没有人有什么蛇啊或是老虎什么哎呀、以前啊我们听很多故事说有狐狸啊什么乌龟啊或是蛇啊修行很久啊，是我们认为这是神话故事而已啊，不过真的是有啊，所有众生都有修行的，几个部分的、啊、团体或是世人的，嗯、啊，像我们不是人修行而已，人比较有福报了，比较人生难得嘛，不过别众生也有修行，刚才你们听到了。